一儿时。看见了风筝，不禁让我们想起小时候那段贪婪而且容易满足的岁月，总是用母亲剁鸡肉的菜刀呢，把一些扫帚的饼呢劈成一条一条细细的竹片，而且把它用十字形呢固定起来，最后再贴上了报纸做风筝的面，那么再在尾端呢系上一些须须条条，那么风筝也就大功告成了。那么有的时候放起风筝的时候呢，跟别人的风筝缠在一起，也经常大打出手。真的并不是说这个风筝的损坏的关系，倒主要是就怕别人笑话我们连个风筝都放不好。不知道您小的时候有没有也尝试过放过这样很笨很笨的风筝呢？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今晚的今宵花月夜。飘落心底，我实在没出息，不可以，我一定要专心。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不可以，真是最大恶极。爸爸说考上大学后春天才会真的来临，时候要嫁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她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我一点都不在意，她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头发还可以，想你。人家说我们考上医学系的学生最能蹲在家里，自然会有人来想起。为什么我一年到六年级却没有一点动静？让我听，只有病人喊细菌。他们说将来开业赚大钱，春天才会真的来临，到时候要娶什么样的女孩子不可以。她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一点都不在意。她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一点都不在意。她因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头发你都不想理，他以为他很美丽，其实只有头发还可以，我理都不想理。他以为他很美丽，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我一点都不在意。想你，
祈求一颗永恒的约定，令我心碎的记忆。他那凄美的眼睛，温暖你小手轻柔的声音，怜悯着我的心，说着他最后的话语。他说远方的世界有着一位姑娘和美好前程等着你，可爱的男孩吉普赛的我不值得你为我停留倾心。哦，不要哭泣，远方奔去。哦，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我要忘记真理。哦，我马不停蹄的忧伤，马不停蹄，向远方。像宝山的唇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林延美。在未央阁的催眠声中，多少人为他昏迷梦牵，在寂寞苦闷的十七岁，仅以一点小小的甜美。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留下同样的眼泪，心中想着朋友寒暑中人无尽，究竟是谁比较像谁。那朵校园中是否可能种在我面前，在平凡无奇的人世间，给我一点温柔和喜悦。你知道你在寻找你的林延美，你知道你寻找你的通宵前，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你知道你在寻找一种永远，你知道你在寻找。寻找一种永远。
星照着我的心，我的心也因这一个人干枯石给我滋润，迷惘石给我指引，把无限的热情温暖了我的心，他的一颗心就是天边星，照着我的心，我两星星相依。流行歌曲呢，一直反映着时代人们的情绪的一种感觉。我个人呢，却非常喜欢一些怀旧的老歌，因为呢，这些怀旧的老歌，词曲中蕴含着我们成长中许多的回忆，而且呢，也刻画出演唱的歌者们对他们歌唱生命中的一种有血有泪的表现。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一代歌后周璇小姐她的歌唱生命里的一些好听灿烂的旋律。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他能在深秋给我春光，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他能在黑夜给我太阳，我不能够给谁多早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从尼姑庵到霞飞路，闲坠青楼恨，灯明月色初露锋芒，怎料得疯狂世界，一两人歌女泪，一片痴情花开等郎来，天长地久送君难解心头恨。送君送到百花洲，长夜孤眠在花楼，梧桐叶落秋已深，冷月清光无限。
百花亭，默默无言难舍弃，鸟语花香情难舍，万般难舍有情法国文学家雨果在他长篇的社会小说《悲惨世界》中有一段话，他是这么写着：你望着一颗星有两个动机，第一是因为它是会发光的，第二是因为它是永远望不透的。但是在你的身边有一种更柔美的光辉和一种更大的神秘，那就是女人。谢谢各位今晚的观赏，我们明天再见。